你无故盘查，我可以拿一单啊。我对这件事情觉得不公啊。那我现在跟你讲，就是因为这个灯的关系啊。像你像他口气这么好，我配合啊，太扯啊！你现在又直接开门，你这样什么意思？我真的搞不懂哎、欸。啊好，你要酒测，你最主要要酒测，我让你吹嘛，你现在吹看看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给你查身份？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为什么要查身份？哦，我怀疑你不行啊！交通违规，我们才会来。我哪里交通违规？灯就有亮，哪里有八成亮？什么八成亮？这一下就知道。上次也是像这样说要检查身份。好，我给他检查，啊，直接就给我直接都给我开下去。不要。辛苦了，不好意思。